好，OK，那个直播上的观众，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这边实际上在现场，已经开始，同学都到了，然后我们还在等社区的老师。那我们等一下会尽快开始。Hello，刘竹姐。Hello，来吧，那我大家都到了，我们就可以从上面开始这样。哎，刘志也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有哈，好，哎，那我们从上面我们就进去喽，啊，大家都在上面了，好，好。然后我们，跟我往那个文字那边走一段这样子。好，那个刘珠姐也到了，那我们这样人就到齐。然后，来，请大家，我们先拍一张合照，我觉得这个合照也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有几个快捷键哈，键盘上那个 Z 键按下去之后，你会出现爱心。键盘上的 Z 按下去会出现爱心，然后我们数到三来先拍一张合照，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先做一个记录，然后我们再各组就开始这样子，好吧，来吧，一二三。好，感谢大家。好，那我们再跟刘朱姐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场那个秀慈老师有在场，然后还有一秀位慈是，老师好，嘿，哎，刘处早安，然后还有一位早。是朝阳公社系的系主任，那个肖明宇老师。那肖老师他是跟先生呢，他们在经营那个就装置艺术类的方面有很多经验，所以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的作品来做一些讲评，这样子。刘朱姐好，谢老师好。那刘朱姐是我们那个在二地这边公馆社区的，现在我们要叫什么？叫理事长吗？还是算前理事长？嘿，然后他在我们不好意思，我这边讯号不是很好，都哦，听不到老师声音，断断续续的。那我们讲慢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听你的声音都很清楚。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样子，就是我们各组同学可以往自己的作品开始移动，然后呢，你们在移动的同时，我先对课程做一个介绍，大概说明一下我们这学期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就来衔接同学们各个作品的部分，这样子会比较连贯。好，那我现在就用分享荧幕的方式来，介绍我们这学期的课程。老师们如果有看到上面我的那个地方，你可以点我的的部分，它就出现那个我的分享的荧幕这样。我们这学期这个创作食物与反身性方法论，这是研究所的课程。那我们这学期的主题呢是人文地景的设计跟反思。那这个概念是从一些我们自己的旅游经验来的，包括我们之前在京都附近的贵船口，或是我们到台东附近的加路兰海岸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会发现那个地方距离都市有一段距离，所以它比较偏向是自然的地点，然后呢？可是同时，这些地方呢，都还是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建筑物在那边。那这些建构物呢，就塑造了一种
可以说是装饰那个地景也好，或者是让人感觉说那个地方虽然是比较自然郊外的地方，可是还是有一种人的味道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在贵船口有看到，以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个石碑啊，或者是当地的餐厅在直接盖在流水上的那种流水餐厅的一个布景，那他们都是以某种很我们觉得很棒的方式跟当地的景色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生活的样貌。那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那佐证这个冈林这个地区其实也蛮接近的，就是它是在台南市周围的一个比较接近自然的地方，然后也是有人。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些这种人文地景的建制？这是我们的构想。那所以说，这个人文地景概念有点就是说在我们知道都市是很多人造物的集合，那自然就是完全是没有的。那人文地景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界面的这样的一个想象，这样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所以就是针对这个地方它的这种地形的样貌，或者是它城市发展的状况来做一些构思。那我们在学习处的时候有邀请游泳服老师来跟同学做他的这个专书的介绍，就是他邀请了汤姆森摄影师，英国的摄影师，在100多年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摄影。那我们也带同学呢，跟着柳竹姐到了那个冈林到草山这一段去漫步，就是去亲自走踏这个地方，然后借由导览来理解说，当地的这些地景，还有故事，然后在那个场域里面去体会它。那回来之后呢，同学们就把这些他们收集到的资料，那在这些当中还有一些是，大家后续又自己在前往当地去查资料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故事呢，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标注在这个一开始我们是先在一张很长的海报纸上去做整理，那整理完之后我们就把它标注在 Google Map 上面，然后从这个资料出发呢，然后我们来做了这个一些地景设计的一些想法。那这学期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所谓地景这些人造物的建制呢，可能有6种诠释的方向。它可以是从美感出发，也可能是为了塑造某种意义性，或者是让看的人产生反思，或者它是为了跟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或是它提供某种功能性，比如说指标之类的。然后还有可能单纯就是为了创造某种吸引人注意力的这样的一种概念，那从这几种不同的方向呢，来让同学去思考说，那我有什么样子的去设计的可能？那我们也从这6种面向上去举了很多在国外可以看到的一些地景的或者是这种装置艺术的例子来给同学参考。好，然后同学们就开始进行第一次提案。那他们的提案的方式呢是透过草图。那这个草图画完之后呢，他必须能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概念呢是想要放置在当地的什么位置。所以我们也是利用 Google Map 的方式，让同学们自己也操作，就是说他在这个上面去标注他想要放的物件是在什么地方。好，然后我们就让同学来做第一次的互相的评量，就是说他认为他的这个作品可能表达的是某种意义性的，那我们就让别的同学来评断说，当他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知道说我的想法跟观众的想法之间可能有某种的差距在，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反思，就是他可以知道这种差异的存在，然后借由这个。这样的结果呢，来去修改他们的设计。好，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开始进行实做，就是他们设计修改完之后，就让他们进行实做。那我们本来的目的是说，他们实做完之后，就把那个他们的作品放到场域里面去，然后在真实的那个场域里面呢，再去体验第二次，再做第二次的反思。好，然后这个他们在制作的同时，我们的课程呢就开始进行那个文献的导读。那我们挑了大有7、8篇的原点的文献来让同学阅读。那包括的主题有漫步学 （Strategy），这是一个
设计学院的一个老师在乌牛姆设计学院的老师他提出来的这个一个概念，那我们也提了一个文化与科技的一个主题，然后还有永续美学。永续美学包括探讨的是对于熟悉的物品的美感，还有对于陌生的物品的美感的这种创作方法，然后还有实作反思，还有反身性方法论，有这五个主题，让同学做导读。那同学们导读完之后呢，他们之后，这学期还要跟针对他们所导读的主题录10分钟的 podcast 的在线上。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等待同学的制作。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遇到了 COVID-19 的状况，所以就只好来找一个替代方案，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像素地图。那这像素地图是用从 Google Map 上面的那个1:1的地图来做一个底，然后来在上面进行建制，这样。那我们最后这学期同学还是把他们作品做完了。那这些作品呢，现在都是放在我们公社系的系馆楼顶，然后在那边接受这种天气的考验，来看看他们的作品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真实场域里面。好，那这个作品有包括用竹子制作、用木头跟这个金属都有，那也有塑胶件的这样。那我们等下就会从这几个作品带大家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去看一圈，然后来听跟各位同学做交流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边开场的部分。好，老师们，那我们就先前往第一站。